鸡翅吃不上了，我也给你加点料。有人天天让我吃芥末，也让你尝尝芥末的味道。哎呦我的妈！鸡不是放芥末了吗？原来他的肉全部在这里。有人
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啥呀这是啊，哎呦我的妈。老公肯定以为辣根放羊排里面了，我偏给你放扣肉里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那个羊排全部是芥末。
别动我了啊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没有做菜吗？故意让他看见我的鸡腿。原来好吃的都放在面里面。别说了。我都看见你的鸡腿了。原来还不止一个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想吃自己去买。你把我的工资卡给我啊，天天吃这个面。就是不给你，谁要你喜欢吃独食。到底让不让我吃？你要是不让我吃的话，你把工资卡给我，我自己出去吃。给你吃可以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改掉你吃独食的毛病。这个没毛病，没问题。
毒死，你看。赶紧死，赶紧死。想个办法把你支开。就帮我倒茶。有人给你把这个就当是啥呀这是啊有人
你说的啊。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